자, 캐릭. 자제. 자제. 咱各位同心哈，大家安坐哈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搞早啊！接下来呢，咱这节课呢，要来讲台湾语文哈，有关咱台湾的这个母语，以及这个教育台湾话，这些相关的问题哈。来，大兴呢，咱先请教在座各位，有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的无？哈，文盲啊哈！敢有人家己感觉家己是文盲的青面牛无？有诶，请举手者。我想，即摆应该无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啦吼。侪少加减拢捌一寡北京话咧吼，还是讲捌一寡日语咧吼，还甚至英语咧吼。但是啥物叫做青面牛？咱有甲想过无？青面牛是啥物？嘿，北京话讲着文盲吼，文盲吼，啊，啥物叫做文盲？在座无人认为家己是青面牛吼，啊，啥物叫做文盲呢？当然，咱过去拢讲，啊，都毋捌字，就是青面牛嘛吼。啊，你袂晓写咧，问题是袂晓写啥物字，袂晓写啥物款的语言，才是青面牛。啊，你中文足够，英文足够，日文嘛足够咧。啊，若家己的母语袂晓，有算青面牛无？譬如讲，你中文足够，但是台语文袂晓写，啊，是讲客语合法，家己的母语袂晓写，安尼咱是毋是母语的青面牛？咱会晓拢是中文北京话、视频这些语言呢。但对着咱家己的母语呢，我结果会晓讲啦，会晓听啦，但是呢，读甲写煞拢袂晓咧。咱阁做一下调查者，在座的同心，你会晓家己的母语，无论是客语、台语，还是即个咱高山族的母语，会晓读甲写，请举手者，我调查一下。有几位？咱这班较好，有五位。但是进前呢，顶一期哦，敢若两三岁尔。但是安尼够济，咱这班超五十个人，敢若五岁，顶一成尔呢。甲问问起来，大概人心吼，拢才一成以内的人，会晓家己母语的读甲写尔呢。所以若认真讲呢，咱台湾人拢是啥？拢母语的青面牛啦。无论你是讲合法、讲高山族的母语的，还是讲台语的呢，大多数九成以上的拢啥，拢母语的青面牛啦，母语的文盲啦。这是啥物结果？当然毋是各位家己的罪过啦，是安怎？古长以来，咱都无家己的政府啊。你看中华民国统治台湾偌久，六十几冬咧，要到七十冬啊呢。伊有互咱有母语的教育机会无？无啦。为学校开始，把咱的母语消毒，强迫咱来学北京话，过来强迫咱来学中国历史、学中国地理、学中国语的文学等等嘞，拢学遐中国教育的物件嘞。对着咱台湾有了解无？无了解呢，无啥了解呢。这毋是干呐过去安尼尔呢？就算改严以后，即二十冬来以后，看起来干呐是较民主化了，但是咱台湾的这个教育呢，还是阁真大个问题呢。还阁真侪问题，包括你民进党执政嘛，同款呢。咱讲吼，七啊笑八啊啦。民进党拢讲啊，伊是本土的政权吼。毋过呢，你若甲认真去遐看吼，就无伊个角度，就本即个教育本土化个角度来甲看呢，伊敢若毋是呢？即咱等下会当阁详细来讨论一下吼，会当较具体个来讲吼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大多数的咱台湾人呢，拢是母语的青面牛啦。这是要提醒各位，大家唔通想我家己文章足够写。其实呢，大多数包括我在内嘛是呢，我读大学接触到母语台语文的书写以前，我嘛是青面牛呢。是好加在大学的时阵哦，开始去读到这个台语文，才开始了解哦，原来咱的母语是安怎读安怎写，才开始目睭才光起来呢。若无呢？可能到到今嘛是阁是母语的青面牛吼，啊，过来，啊，国外人问闽南话，即在座有人是越南人无？即句话吼，国外人问闽南话，就是有像是越南人吼，这是越南话吼。因为我有去学过越南话啦，因为我研究拢是做即个台湾甲越南比较吼，是安怎来做这呢？这嘛是有因果啦。简单讲，就是因为过去呢，即个越南的历史甲咱台湾足共款嘞，伊予中国统治正清淡嘞。
后来嘛，佮法国统治要甲一巴掌哦。啊，但是呢，人虽然互中国统治遐久，但是尾啊呢，哦，人规个独立中国，甚至佮近代的时阵，你看拍赢美国，拍赢法国，吼、哦，甚至佮拍赢即中国，吼、哦，即下呢，等于伫近代呢，哦，看袂出来呢，讲人讲吼，即香港啊呢，内险啊，一个物件来做险呢，啊，越南佮就是安尼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因过去伫中国统治的时阵吼。啊，用汉字咧，汉字嘛用几千档的咧，但是人将其落尾呢，把汉字拢废除掉，全部改用罗马字。伊讲吼，讲较粗的讲，恁爸袂瘾去用汉字啦。越南人有这种气魄咧，啊，咱台湾人有啊无？所以我就去了解讲，越南人是安怎有才调呢？文化上、政治上，正做一个独立的国家，吼、哦，所以为用安尼呢。我头二十年前开始，人去做越南的研究吼，啊嘛为着要做研究，当然咱得了解人的语言呐。所以嘛，越南哦，去遐学越南话吼。请问在座有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无？我想无人啊，无人认为家己是越南人。咱甲想看卖，为什么各位同心，你袂认为你是越南人？为什么？嘿啊，你生你伫台湾出世的啊，伫遮大汉的啊，哦，食遮米，食遮啉遮水啊，啊，够无？啊！你越南话你也袂通啊！你对越南嘛无了解啊，对无？当然你袂讲你是越南人啊！哦，啊，咱个想看卖咧，会影响咱认为咱是啥物人诶？有啥物因素？安怎才互你认为你是越南人？今仔日在做东西，你若有惊疑是说有孙，你甲囥咧越南，一出世就囥咧越南，好大汉，后盖大汉起，伊有可能会认为是越南人，是台湾人。有可能越南人哦，吼，当然唔敢讲百分之百啦，但是有可能啦，啊、哦，伊若伫越南大汉，佮接受越南的教育，吼、哦，啊，甲饲的拢是越南人，有可能伊后盖大汉起来认同是越南人啊。所以咱来想看卖呢，咱族群的认同，包括国家的认同，伊是安怎形成？咱安怎来认为咱是台湾人？啊、哦，咱来了解这个原因，咱才当破除讲，为什么咱讲？过去拢讲啊，中国国民党咧，这是甲咱洗脑的教育，啊、哦，要甲咱洗脑做中国人，伊是安怎来利用？伊是安怎甲咱洗脑？啊、哦，咱来了解看族群认同咧，啊、哦，有啥物款的条件会影响着？哈、哦，一般咧，咱会分做客观的条件甲主观的条件，就是讲，你会认为你是啥物族群咧？你有客观的条件，啊、哦，较客观的条件是啥物款咧？哦，像讲。会员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啊，咱的港经众哦，会员，哈、哦，会员就冇关系啊，啊、哦，譬如讲像这个美国黑人、白人呢，伊的血印象就看起来足无同啊，哈、哦，黑人的 African American 呢，啊、哦，非洲的，而且美国人呢，因的血统上就甲遐白人就较无同，哈、哦，这是就这个种族的角度，哦，来看你血印，啊、哦，啊，这是较体质顶头的来甲看啊、哦，啊，除了这之外呢，过来。你徛起的所在，居住地啊，你住什么所在啊，这嘛有关系哈。过、哦、来风俗习惯哈，冇、哦、关系呢。哦，风俗习惯呢，各地方无同嘞。啊，咱台湾较接近嘛哈、哦，咱的风俗习惯嘛，加较同款嘞。啊、哦，譬如讲，那一般的这个平地哦，可能会这个妈祖啦，哦，啊啦，高山可能各有因无同的风俗习惯嘞。啊，每一个族群都较接近吼，啊，过来语言啊嘛真重要吼，尤其呢，伫咱台湾呢，咱个想看嘛呢，伫即几项内底呢，譬如讲咱在座啦，咱若无讲你是客人，还是原住民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高山族，你若无主动讲的时阵吼，你敢若讲看外表要叫你认，你认得出来无？大多数拢认袂出来啦，啊、哦，当然有可能少数几啊例。加减个摇会着，但是大多数来讲，你看像在座各位同心，你讲要叫我甲你认讲吼，你是河洛人、客人，还是即个高山族个？实在讲认袂啥出来呢？啊，认袂啥出来呢？为虾米？因为即摆呢，咱大家穿插拢作共个啊。哦，你若莫开嘴讲话个时阵，其实呢，看无啥出来，因为咱大家穿插，你也袂像讲古早时阵哦，你高山族个，你阁有高山族个穿插。哦，啊！你客人啊，好多人，你有无同个穿插？加减啊，搁看出来。即马大家买衫拢对啊，拢买遐量贩店，哦，拢买遐大卖场，拢差不多同迄几间个大卖场买。啊，食个物件呢，
嘛拢差不多，吼、哦，迄早顿店啊，嘛拢迄几间个早顿店，物件拢差不多咧，食个物件拢差不多。特别干呐，较无共个是啥？纯语言较无共个。伫咱台湾个 case 呢，甲美国较无共吼。美国呢，你黑人、白人呢，伊即摆拢讲英语啊。啊，虽然讲其实伊英语嘛无啥共啦吼，黑人靠黑人腔啦，但是整个来讲呢，伫美国即个案例呢，语言毋是上重要个。一点都较重要，啥皮肤色，就是个种族啦。黑人、白人，你着免讲话，我一看知你黑人啊。哦，啊，你着较白，你着白人啊。哦，但是伫咱台湾时阵呢，皮肤黑白其实分无啥会出来啊。哦，咱个皮肤色拢差不多，但是呢，语言着分会出来啊。你若一个讲话时阵，着知影。哦，所以伫咱台湾即个 case 呢，你即个族群个认同，其中正重要一项就是语言啦。所以你看，像咱伫历史上呢，咱台湾的这个情况平埔族的，啊，即摆咱讲拢消失去，为什么咱大多数拢认袂出来？啊，包括像讲即摆即个咱台南的，即、這个西拉雅族，啊，要正名，要呼吁讲即个中华民国政府会当承认因，成做新的一族，啊，但是呢，像这过去呢，虽然讲台南啦是即个西拉雅大本营咧。但是呢，经过这几百冬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历史的过程呢，大大伊这风俗习惯，特别是语言拢消失去啊。所以你即摆要特别讲，哎，你是西拉雅族的，足歹分得出来。有啦，即摆假是伫日本时代呢，可能这户口顶头伊大概写一个姓，吼、哦，你可能你就是平埔族的，啊、哦，但是咱巩固这個，或者是呢，你会当透过这林玛丽吼，这个医师呢。去甲你做 DNA 验看卖咧，吼，看你血统上有甲原住民有关，迄甲即个西拉雅有关系也无吼。但是你若大多数呢，语言消失个，包括即摆真侪即个吼，伫正面运动吼，西拉雅正面运动本身大多数伊嘛家己嘛袂晓啊，伊即嘛位头顶头咧学啊，哦，啊所以呢，伫咱台湾个地呢，即、這个语言变真重要。你语言若无去的时阵呢，你规个民族吼族群的认同呢，豆豆就拢消退去啊！啊，当然，有的人讲，我即摆袂晓西拉雅话，但是我嘛开始认同我是西拉雅的人啊！哦，这是啥？这是主观的条件啊，主观意识吼、哦，就是咱拄则讲的，这拢是客观条件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客观条件呢，当然唔是讲百分之百啦，吼、哦，唔是讲你绝对讲迄个语言，你就一定迄个认同。因为迄语言呢，伊有两个功能呢，一个是沟通的功能尔，吼、哦，伊是咧做沟通的，吼、哦，咱话语会通，啊、哦，譬如讲，啊，即、這个我爱学越南话，我无认同我是越南人啊，因为越南话对我来讲，迄是一个沟通的工具，吼、哦，一个沟通的工具尔咧。但是呢，这个台语是我的母语，迄个毋是干那沟通的工具尔，迄不只是沟通的工具，而且是啥？文化的传承，嘛是族群认同的真重要一个要素啊咧！啊，啊，这个关键点，这个区别呢，是伫个这个语言呢，是你当时甲学起来，这是足重要。啊，这个譬如像越南话，迄是因为我都有需要，三十几岁啊，因为研究的需要才去学的，所以基本上咧，迄拢是工具尔。但是你若是一出世呢，爸母甲你生落来的时阵呢？你就开始学讲的迄语言呢，就是变作你的母语，迄度感情的升温的所在啊，吼、哦，迄度文化的传承，甲族群的认同啊，哦，啊，这是无同的哦，啊，这是安怎无同的？咱去举一个较具体的例好啊啦。即、這个我细汉的时阵哦，袂爱读册吼，虽然讲即摆读较朴素，但细汉的时阵其实足袂爱读册哦。啊，细汉呢，我住庄卡。我最爱饲粉鸟的，最爱饲一挂鸟啊啦哈。啊，饲做饲细汉拢爱饲一挂鸟啊呢吼。但是呢，阮厝的人就讲吼，我读册了成歹呢，拢不准我饲啦哈。所以我若饲鸟啊呢，伊若看到发现到，拢甲放走伊哈。所以后来我就想一步讲吼，哎，我饲这鸟啊呢，饲啥物杂志猫呐、白文呐吼，还是讲一挂出落迄个出角鸟呢。啊，饲只个爸母看到就甲放走伊咧，我想。啊，无来饲粉鸟好啊！这粉鸟饲饲诶，放伊个飞转来，啊，粉鸟会飞转来嘛，对吼？所以我想，我来饲粉鸟好啊！所以尾啊，我伫粉鸟店，
去遐买两只粉鸟咧，啊，饲饲啊，放哎，太他飞去啊！我奇怪啊，粉鸟毋是讲人讲会飞转来，啊，太我饲饲啊，放他飞走去啊！尾我有同学因兜在卖粉鸟的吼，啊，就甲问甲请教，啊是安怎我饲的粉鸟遐飞去，然后绕跑去咧？啊，伊就问讲，啊，你饲大只细只？我要饲大只，看下大只较水，我就饲大只。当然嘛，袂当饲大只。你饲大只，放伊就飞转伊原来的厝啊啦。你来饲细只，为细只甲饲较大汉，伊才会认定迄是恁家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我阿奶呢，细细只当时开始饲，伊讲至少爱伊阿妈棍吼，伊若过黄黄迄种毛，迄就是要细只。未成年进境啊，未成年进境的粉浆哦，甲饲拢会使。所以我买就去买两只阿妈骨，还佫黄黄吼，还袂变金。一般粉鸟，若大只了，阿妈骨袂金金吼，迄就是变大只。吼，伊讲迄袂使，你来伊还袂变金进前，还佫有迄黄色的，迄粉鸟细只是黄色的，伊还佫黄毛的时阵呢，你着佮饲。买我真爱佮买倒来饲吼，伊真正饲无几礼拜，佮放伊，伊佮飞倒来呢，伊的人遐就是伊的厝吼。所以这呢，你囡仔时代。迄就是你认同、你培养的时代，迄上要紧。所以你一出世呢，你接触到的头啊，接触到遐语言足重啊。迄伫你脑海内底，永远都是你的母语，包括你的故乡，啥物叫做故乡？咱真侪台侨，吼、哦，移民去美国、去欧洲，伫遐住五六十冬哦。我较早伫美国读册嘛，拄到真侪台湾同乡，伫美国住五六十冬呢，住的时间比台湾较久长，但是伊思思念念。嘛是要认为台湾是伊个故乡，是安怎来安尼？这是分教的理论啊，甲分教同款。因为细汉伫只大汉的啊，伊接触的是只个文化、只个风俗习惯、只个语言啊，所以伊认为台湾是伊个故乡啦。同款的道理啊，你看中国人嘛同款嘞，你看孙文，伊孙文嘛做细汉啊，虽然伫中国啊，但是了大汉了，差不多拢出去伫海外，包括去美国、去世界各国。哦，去准备叫伊嘛去越南呢，啊，伫越南嘛住一站过吼，伊会使讲差不多嘛是海外时间，可能比伊伫中国的时间较侪啊。但甚至你啊看，伊迄当时佫捌摕过啥美国护照咧，啊，迄 AIT 无啊，迄一个展览对无，有甲展啊。我嘛去看伊，伊迄阵有巡回诶，巡回展览，嘛去甲阮城大巡回展览嘛，我去甲看，诶，迄当时孙文伊佫伪造迄个出世的证明咧。伊为要摕美国的即个伊个身份证就对啊，等于要美国籍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因即摆解说讲啊，伊为着革命吼，啊，着无法度，所以来摕美国籍，啊，迄无要紧啦吼。总是呢，就是讲你啊看新闻吼，也是讲因遐中国人真济，伊伫海外时间都较济，但是为啥伊要认为中国是个母国？这就是甲分教共款啦。啊，咱个台侨虽然伫海外五六十冬，伫台湾可能才住二十冬尔。伊可能大学毕业就去美国留学，了就拢留咧美国啊。但是伊还是认为台湾是第一个故乡，啊，美国皆是第二个故乡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认同形成是幼婴时阵上重要，愈细汉愈重要。所以你啊看，人国民党、中国党呢，知影这啦，伊就要让咱的囡仔为细汉、为教育内底呢，规个就是甲你弄甲你。台湾的物件都糊掉，台湾的语言、台湾历史、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文学，种种拢甲你糊掉。你足自然，所以你甲看即卖少年囡仔，伊足自然，伊就对这個台湾袂讲有足强烈的迄种使命感嘛，较无啊。相对来讲，就加较无啊。哦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咱拄则讲，这客观条件内底呢，啊，这拢真重要，这个是形成伊有迄个初步的吼、哦，有这个。基本的概念了，过来当然上主要就是要有迄个主观的意识啊、哦。主观意识就讲，我有遮会晓讲台语，吼、哦，啊伫台湾生活，啊有台湾遮风俗习惯了，吼、哦。然后我主观上我嘛认为我是台湾人，吼、哦，也是讲我主观上认为我是越南人，有遮主观意识了呢。经过一段历史过程，自然咱就会认为咱是倒一种族群的人啊，啊，所以你也看过去中国。哦、中国国民党其实即马嘛要同款嘞，伊透过教育就是安怎，伊先主观上利用教科书甲恁强迫，讲
讲哦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你看教科书拢安写，教到今嘛是同款啊，拢是写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人呐、啊。伊就安尼硬甲你压嘛，啊、哦，啊硬甲你压，然后过来，伊要甲只个客观条件，豆豆拢甲你覆掉去。譬如讲上明显的就语言嘛，语言甲你禁止，哦，啊过来风俗习惯嘛开始甲你改变，甲咱过去台湾特有的这风俗习惯，甲中国较无同，拢甲你覆覆的，拢甲你改掉去，啊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啊，当然基础地伊袂当改啦，但是呢，伊着安怎，着要共放中国人去呗，包括即摆嘛共款啦。你看即摆骂的即种了，伊要共遐中国新娘摕着身份证的时间，甲缩短变剩四冬，后盖可能剩一冬尔啦，伊着先来要放人起来。所以咱即摆呢，所谓外配啊，即个新移民呢，上侪是上恁只中国人诶，30万人，啊。越南人顶多才到8万尔咧，咱一般人想讲啊，东南亚即摆过来台湾真侪吼，其中上侪是越南，嘛才8万尔咧。但8万就已经足普遍了，你看即摆大街小巷拢有越南料理店，对吧？越南的即个餐厅啊，越南的小食物啊，才8万人就造成遮大个影响啊。中国人即摆正式过来只有30万人咧，啊，这数会增加无？保证会。伊即摆策略就是。就讲放下中国人去吧，来个偷懒嘛，顶面要甲台湾西藏化嘛，甲特别啊西藏突破吼，要甲特别的方式，所以特别就是安怎，伊个放汉人去皮啊，去了怎个阴鬼啊？即卖伫西藏，汉人比西藏人较济啦。然后到时就讲，啊你们独立无？啊无来公民投票嘛？啊公民投票吼，我汉人嘛投啊，啊你投赢伊袂？所以来讲，连江吼。伊放中国来去咱台湾，那超过咱哦。伊若放2000万人来的，超过啊咧。伊讲好啦，恁要公民投票来啊，公民投票啊，你赢袂？伊讲我嘛会当投啦，我来只带一档俩，我嘛要甲你投啦。安怎输伊啦？伊用人海战术啊，含飞弹嘛免，伊用这波就好啊。中国人拢上够用人海战术的，伊靠势伊人济嘛。啊，即摆即个马政府呢，伊调岗呢？其实伊嘛知影这个问题，但伊调岗啊，伊拢无爱讲，反而就调放人去吧。然后去刁难东南亚，表面上政策伊袂讲啦，但是伊会刁难啦。以前呢，你若要娶越南新娘吼，一礼拜就好啊，一礼拜吼机票买就随娶回来啊。10年前是安尼呢，啊、哦，但是即摆呢，歹势吼，伊会刁岗甲伊讲吼，哎，越南吼，足侪拢结婚啦，拢安怎啦？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个心扎较严格。上无爱半冬一冬以上，啊！你娶一个某，你若讲来等半冬吼，某较会当来台湾啦。啊，人啊，规算啊，歹啊啦！来娶中国较紧啊，中国娶出来随转来。调岗的啊，伊即摆政策上是安尼，但是伊表面上伊袂讲啦，伊表面上甲讲啊，越南足侪假结婚啊，啊无咯吼，即越南吼足侪拢安怎抢劫啦、招台啦，拢调岗用即种负面的啦。啊，若要认真讲假结婚上上侪。中国上济啊！你看迄嫁老婆啊，嫁一个赚一个呢，嫁个唔啦赚伊个财产尔，嫁当用伊个嘿，要终身奉了，用伊个遗孀，用伊个诶太太名义，佮领伊个原底退休金的一半，领几世人呢？诶，伊人20岁嫁来遮，伊领到伊死呢。啊，甚至因个囝呢，伊佮前翁个囝，譬如讲。伊要嫁予这老外进前咧，伫中国都有结婚啊，啊，甲前翁有生囝，因为伊来遮吼，迄囝嘛拢对来呢，来遮读高中吼，讲伊要读到一个素材经呢，伊要读建国中学，读台南一中，读高雄中学，台中，伊读迄第一志愿拢无要紧嘞，拢免考试直接去面呢，哎呦，过分啊无，因是安尼做，你看有凶啊无，啊，咱台湾人得爱安怎？考试考到补习补到补到三更半暝，佫无一定考会着第一志愿呢。因遐丁翁的囝会当来啊，讲吼，素材要读到一间好的经呢。啊，你看考嘛无？是安尼呢？结果民进党也无路用呢，这拢也袂抗争，也袂安怎呢？啊，台湾人讲，类似这种不公不义的实在太济呢，遐讲袂了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回归转来就是讲吼，即个国民党过去呢。中国党咧，伊用遮就是啥，主观上甲咱强迫讲，你著爱讲你是中国人，过来，
伊要甲这客观条件豆豆啊，甲你删除。所以你啊看，包括宗教嘛是呢，宗教人讲这嘛足重要。你看犹太人，伊是安怎有法落去建国？迄蒙古几千年个，伊有法落建国，甚至伊去甲伊母语救倒来，迄靠，伊拢倚靠啥？靠宗教信仰啊！犹太人是靠伊宗教信仰嘞。啊，台湾人，可惜吼，台湾人个这宗教信仰较无够坚强。过来就是啥呢？你也看，明明妈祖即卖是台湾比中国比较兴个呢。迄中国伫文化大革命个妈祖的形象早就毋知破去做茶，做茶兄嘞。哦，结果即卖呢，中国迄边个足济妈祖拢台湾人，戆台湾人捐钱去甲起个呢。你看台中迄间某某一间啥物，吼乌道劫持去个妈祖呢，去中国个。投资几啊亿，佮起一个偌大呢？啊，不时在你带台湾人去遐朝拜呢。台湾的妈祖是较灵呢，台湾妈祖是帮助咱过即个乌水沟平安来到台湾，找找一个新乐园的呢。妈祖是支持台湾的呢，结果伊佮你配合中国的统战呐，讲哦妈祖是中国人，啊，佮台湾人佮带返去中国咧。妈祖是帮助咱离开中国的呢，结果遮个人呢，讲。人讲吼，砍头砍面，戆头戆面的，佮甲台湾人要甲带返去中国，啊，这是啥？这嘛是调岗的啊！这中国党伊利用这政治的势力，所以你啊看伫台湾所有宗教内底，大大细间呐，都拢有唱国民党的人伫内底啦。啊，你啊看，包括咱的庙师做酒啥的，拢会采旗啊呢，拢采党旗佮因中华民国国旗呢，是安怎？内底拢唱人，拢唱中国党的人伫内底啊。所以呢，伊含宗教嘛，要甲你解呢，真无简单。咱的宗教是进前帮助咱的祖先要找找新的天地，离开中国迄个黑暗的世界，找新天地呢。结果呢，伊安怎，佮甲你拉，互你要甲中国共款。啊，这就是啥？伊要甲这个客观条件拢甲你呼呼掉啦。啊，你这样。客观条件若无去，主观意识佮读册来讲，哦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啊，真正个啦。啊，你免三代台湾人拢变中国人啊，伊拢免用飞弹，吼，咱自然就双手欢迎伊来统一台湾啊咧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，人中国人巧个所在啦，中国党巧个所在，伊知影讲吼，影响着族群个认同，影响着国家认同，有啥物要素？但是咱台湾人拢五讲推推的，对这拢无去注意到咧，吼、哦，拢讲啊，学北京也无要紧呐，啊，这教育吼嘛无要紧呐，这学一下中国历史嘛无要紧呐，所以包括呢，这种想法，包括这个本土政党、民进党嘛同款呢，民进党对这嘛无重视呢，啊、民进党自称讲是这个本土的政党呢，但是呢。咱来看，啥物叫做本土政党？若要真正本土政党，毋是讲啊，你遮都台湾人，安着算本土政党呢？台湾人内底嘛有一寡讲较歹听，走狗啊！啊，若较学术性个名称，就讲买办呐、买办呐、买办，就是去葡萄遐是民进个吼。虽然伊个血统是台湾人，但是心呢是伫是民进遐，迄咱伫学术上叫买办。啊，若用一般个口语叫做走狗啦。这嘛真济呢，所以你讲要啥物叫做本土政党，你得爱检验，无你个政策是安怎？你个教育政策是啥？你个语言政策是啥？你个文化政策是啥？你民进党个政策是安怎？那个看吼，甲即中国党无啥物太大个差别呢？咱若讲教育就好啦吼，咱即摆要求讲教育爱台湾化，过去即中国历史、中国地理即个物件，袂当伊着，迄种。应该变作世界数字就好。咱主体性就要用台湾做主体性，但是遮个诉求，民进党听会落无？听无啥会落啦。我用具体例就好啊啦。即几年呢，像阮呢，最近吼，伫台南市拢要求即个台南市呢，应该爱即个加强本土教育啊，要求赖市长呢，啊。我有具体要求，其中一项就是讲，即摆小学啊呢，即母语课一礼拜干一节尔，伤少。
应该至少两节，甚至三节，甚至来咱并过用母语做主体，哦，用台语来做教学，用客语来做教学，应该是安尼呢。哦，啊，咱讲上起码无啊要求，一节变两节就好，做袂到呢？安怎做袂到？伊刚刚讲，哇，安尼伤济啦，这影响太大啦。我讲，台南市是全台湾上劣的呢。议员民进党也嘛过半数的呢，全台湾就台南上用的啊，民进党过半数啊。有这劣的基本盘，互你做靠山，你大清朝唔敢做。啊，无你是要啥？你是干呐？想要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哦？啊，这教育本土化你唔敢做？哦，搁底下讲哦，啊，这呢要变一节两节，爱问遐个老师，问遐校长，问遐家长的意见。欸，啊，我请教偌清德，你有问过咱遮台湾人的意见，讲我要学北京话无啊？你有甲问过无啊？是安怎恁着继续执行过去中国国民党的迄个独尊国语、独尊华语的迄个政策？你敢问过我有要受北京话政的教育无？今仔个要要求爱母语教育呢？着讲哦，这着爱哦，啥物会、啥物、啥物开会通过？啊，若北京话咧，太免。对吧？为什么我的囡仔，为什么我就一定爱强制甲我来学北京话？你无理嘛？哦，你若唔敢全面实施，无你至少全台南市几啊百间的中小学，无你准取一间嘛好，一间台语的，一间客语的，一间其他的语言的学校，互我的囡仔若有要选择，譬如讲我的囡仔我袂爱，无爱学北京话咧。我甘愿学客语，甘愿学台语，甚至甘愿学希腊语，为小学开始学。啊，我有学校无？我无选择呢。啊，只有阿爸无。哦，咱过去拢未想着讲啊，咱得爱有争取这教权。但是呢，我举两个例互各位看，外国的例啦。咱周边第一个马来西亚，咱的隔壁厝边马来西亚，咱拢想讲马来西亚这落后的国家啦。但是人马来西亚敢真啊落后，咱来看马来西亚才有3000万的人啊，哎，主要人口是马来人啊，啊，其中呢，伊有超过20%即个华人的移民啊，因为过去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呢，真侪华人吼，真侪中国人，甲咱台湾的一部分的祖先同款啊，伊要逃离中国啦，要逃离开遐嘛，所以真侪走路走去马来西亚呢，所以才有600万。将近他20%的华人吼，啊，华人去到马来西亚了呢，中个地方嘛，定居嘛，生活真久啊吼。啊，这个马来西亚伊的国语、伊的官方语言主要是马来话啦，吼，以及这个英语嘛，当使用吼。但是伊的正式的国语是马来话，但不管你啥物人拢爱学的啊，你华人嘛是爱学马来话啦吼。但是呢，人马来政府吼，马来西亚政府用文讲吼。你除了学马来西亚、学马来话之外呢，你若华人呢，你要开华语的小学、中学，无要紧，你会使去开，吼、哦，你会当有用华语、用这个来上课的这个小学甲中学。所以遐600万的华人，人有开华语的小学甲华语的中学，偌济间恁知无？1300几间啊！人马来西亚政府互因开1300几间的。小学甲中学合起来1300几间啊，也就是讲，遐华人呢，大多数伊除了学马来话之外，伊个去读华语的学校。所以你也看，为什么像阮伫成大咧教册，大学期嘛差不多我的课拢加减有几个啊，马来西亚来的侨生，所谓的侨生啦哈，因华语嘛讲啊足好个啊，马来话嘛拢足够讲个啊，哦，因讲因都以前细汉都拢读华语学校啊，华语小学、中学啊，各位。马来西亚，咱认为落后国家，人得用阮迄20%的少数民族会当用华语来受教育。台湾有无？咱有用阮咱的高山族，中华民国有无？有用阮高山族会当用家己的母语来上课无？有用阮客人会当用客语来受教育无？有用阮咱台语人用台语来上来受教育无？无呢，无半经呢。即卖伊敢若袂输你个试试啊，你个。乞求呢？敢袂输你甲求，讲一礼拜我一节啦，两节啦，敢若袂输你甲讨，你甲分呢？哦，认真讲，人马来西亚都会当互伊有华语的小学呢。
所以像这我嘛甲台南市讲啊，你若讲较歹听，你若无 LP 吼，敢若想要孝顺做中华民国总统吼，无想要做台湾的市长的时阵吼，你敢若拢伫执行过去国民党遐遐大中国教育的时阵，无你上无一间啊台语学校好我，一间啊客语学校，一间啊师大亚语言学校，爱学校我嘛，我有选定嘛，佮含这拢做袂到咧，一节变两节嘛做袂到咧。过来，咱个讲，拄则讲迄是马来西亚的。咱过来讲共产国家的越南就好啊。越南算共产国家，咱讲共产国家拢足集权统治的、极权统治的国家呢。我即摆咧做即个越南的华人的研究吼。越南过去是足败坏的呢，甲马来西亚同款，过去嘛是败坏，尤其是1970年代，尤其1979吼，迄当时。中国甲越南休战啊，伫迄前后迄十冬吼，迄是偌败坏呢？你若华人吼，你若要留喺越南，你来变越南籍，啊若无请你走，财产没收请你走，啊、哦，迄当时是对立甲遮严重诶呢。但是人即卖安怎？用阮你有华语诶小学、华语诶中学呢？你华人呐、啊，除了越南话之外，搁要学华语？要用华语来受教育，会无？人用问伊呢，所以我即届前一站去访问一挂越南的华人呐，因足侪主题就是，迄、那个除了学越南话之外，迄、那个暗时也是讲下晡时吼，因越南拢上课拢上一晡尔，伊若上早去补，伊下晡就可以学华语呢，华语学校啊，啊、哦，咱共产国家都用问伊，会当有迄、那个。官方语言以外的语言的教育权呢？台湾有啊无？所以你若论真讲吼，台湾敢有民主？应该讲吼，中华民国敢有民主啦？无影啦，应该有分赃制度尔啦，无民主啦。因为分赃制度是，着国民党甲民进党开始咧分赃嘛，分遐政治的利益尔啦。啊、哦，啊，着国民党分较侪，民进党分较少，安尼啦。哦，着甲食牛排。人国民党爱大旗牛排，啊！你民进党呢，踮遐撑迄人撑村的遐肉油啊，安尼啦。伊讲迄政治的分赃制度尔啦。但是你若认真讲，伫教育顶头，咱有自由无？完全无啦。甲过去国民党咧统治台湾一模一样啦。听我讲是安尼。啊！即民进党敢会甲改无？民进党无迄个 LP 啦，伊毋敢改啦。为高雄、台南。这六县市，民进党六县市，无一个县市敢改啦。这县市，佮讲一个，即个进程，选举前，去年啦，因中华民国咧选总统进程咧，咱有台语文的社团用一个人数，要要求这个各政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，你表态，我有提出一挂诉求，啊，譬如讲，拄则讲的。无语教育一节变两节以上，过来中学、高中、大学嘛拢爱必修台湾语文，过来教育爱台湾化，即个诉求咱得几呐条，拢寄予遐政党的候选人，包括蔡英文啦、马英九啦，啊、哦，还宋楚瑜，咱拢甲寄，就讲看伊要人数无，敢人数无，啊、哦，了呢，个个安怎，毁了上歹的民进党啊！凊彩应付一下，讲啊，这吼，阮拢有咧做，他有影咧做，一夜尔啦。等到咱国民党上无咧，佫会应付吼，好准备资料偌济咧，120页咧，足够的咧。伊就来讲，有啊，阮有咧做啊。你看，即摆全台湾咧，有20-30间的大学拢有台湾语文，啊，无就台湾文、台湾相关的科学，啥。啊，认真讲，迄嘛毋是个功劳，但是咱着较认真做表面去整理这些资料咧。民进党了上。无效啦！讲本土政党，结果对本土教育上无重视的，颠倒是民进党啊！伊都无要无紧啊！伊都敢想讲啊，我要提选票，要提选票，啊眼光足低，足近的呢。拢敢想讲吼，得安怎？咱卖讲理想啊，卖讲咱的未来要创啥，咱得抱遐选民的啊，选民爱啥得啥啊！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民粹啊！讲民主甲民粹是多无共个吼，民粹是啥呢？那选民讲哦，
咱大家拢开交警就好啊。好，啊，咱拢开交警。算命讲哦，啊，咱哦，咱大家拢爱食毒，好，安尼咱拢爱食毒，食毒拢免做。啊，种就是民粹啊，民粹甲民主是无共，即分好清楚。结果即摆民进党咧变成安怎咧？啊，人即你看人，啊，即选民哦，啊，都读即北京话教育，吼，大中国教育，人嘛无讲啥咧。啊，咱好啦，咱就维持原来国民党迄套就好啊咧。迄是拢互洗脑去啊，当然嘛毋知影啥。互洗脑遐久个人，伊哪会清醒？即个哪袂输讲哦，你问遐个，咱讲较歹听，问遐精神病患啦。若讲较粗俗，讲问遐痟个，讲你有痟无？痟一定讲你痟，我头痟。倒一个痟个，讲家己痟啦。你捌拄过痟个，讲家己痟个无？你捌拄过迄啉酒醉个人，讲我酒醉啊，有无？哪会讲我酒醉，迄拢无醉啦。哦，所以民进党狂暗狂暗呢，伊无了解者，这就是人一般学术上咧讲后殖民的现象啦。后殖民现象就是讲吼，咱过去从读遐久啊吼，思想从洗脑六七十档了呢，咱无法度做下正确个判断嘛，咱也无法度做正确判断啦。叫你讲啊，互你家己去判断就好，这太会使。所以民进党即摆就是安尼。即个关系顶嘛同款嘞，咱迄个要求讲教育本土化，包括语言政策爱加强，拢唔做啊！伊讲吼，啊人过去都啊好好嘞，啊我若做嘞，等到人家长反对，老师反对嘞，因认为遐家长反对，啊家长内底嘛有支持个啊，是安怎伊拢无听到遐支持个声，拢干听到遐反对个声音尔，包括学校嘛是啊，哦。为什么因都拢敢听到遐支持用华语教育的声音尔？为什么遐台湾派声音都听袂落去？啊，这就是啥？即卖开始要抱中国的大腿咧。哦，所以包括为最近的即个谢长廷啦，还是讲苏贞昌，因只开始愈来愈亲中的言论嘛。伊就想讲安尼吼，伊就当摕到政权咧，但是嘛足戆的呢。那真正要用中华民国这支牌，啊，我归去我就投国民党就好啊咧。人国民党毋确是中华民国个正统，哦，啊无我嘛上无嘛投青梅党，啊无我投新党，对无？啥物也要投互你即、這个，哦，看起来假牌咧，哦，啊所以呢，颠倒民进党人安尼行吼，伊个双头无真拗啦，啊要遐个人个票，啊要遮个人个票，啊到时就双头无真拗，啊所以民进党伊个即个为遮来个看吼，就讲。对着教育，对着即个本土语文这部分呢，会使讲，咱会当讲啦吼。国民党呐30分哦，民进党结果31分尔啦，结果赢一分尔啦，好无偌济啦。啊，那是安尼的时阵吼，啊选举就无较抓咧，哈、啊、选举就无路用啊咧，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即、这个语言甲认同的即个重要性吼。认真讲咧，中国人是较了解的啦。咱台湾人咧对这较无注重啊。为民进党这个，咱就看会出来。啊，咱来，再来看咱的厝边隔壁吼。这个语文咧，除了认同之外咧，伊甲你这个文化主体是嘛有关系啦。最近这个韩国吼，有一个叫做《江南 Style》，真唱啊，这首歌真唱。讲已经有几亿个人，哦，迄、那个点阅率吼，伫、哦、即个 YouTube 网络顶头的点阅率，会使讲是全世界拢咧销这首歌啦，哦，啊是安怎？即几年来，韩国的影艺的即个出版品吼、哦，文艺出版品咧，啊、哦、是讲因的即个电子产品，那即几年那都冲起来吼、哦。认真讲，那过去十几当前咧，咱来讲韩国都要对伫咱后壁伫越南的咧，啊来即十当来，颠倒伊那走对咱头前去。哦，尤其即演艺，即个演艺界呢，因个物件哦，即卖愈来愈侪呢。你看咱个电视第四台内底呢，韩国出愈来愈侪。过去我记我细汉个时阵，莫讲细汉啦，十当前以前个印象嘛，还佫日本出佫足侪呢。即个日本出豆豆退出，全都拢互韩国出占去咧，是安怎来安尼？韩国出当然伊正侪着用韩国字哦，韩国语言，当然话则佫另外配音啦、哦对着即韩国出的流行咧，人个韩国个语言甲个文化咧，嘛安怎
嘛穿全世界呢，嘛伫全世界顶头咧穿。但是呢，咱也看韩国历史吼，其实因过去嘛一段看袂起家己的语言甲文字的时阵呢，过去嘛是安尼。但是尾啊，因重新阁看重家己的语言甲文字了，因才有今仔日的出头天啦。咱来看一下吼，这是现出是韩国的文字生作即型的哦。按即卖的字呢，像这呢，即个十几当前的李登辉，迄当时发布即个《两国论》的时阵呢，韩国的报纸咧报道吼。啊，因呢即个报纸呢，即卖才拢用韩国字啊，足少用汉字。但是古早时韩国是用汉字的，古早时韩国用汉字吼。啊，即、這个韩国的即卖即个文字叫做汉语呢，韩文吼。或者叫做韩国字呢，这是当时出现的，差不多15世纪的时阵啊。过去因在用汉字的时阵呢，因在读册也拢爱学汉字、学文言文哈。啊，有一届呢，因这个李世宗吼，李朝的李世宗呢，啊，咱即摆看，这就伊的当相哈，就这个韩国啊，伊的这个世宗大王的梦，遐一个当相哈。伊这雕像，伊迄李世宗呢，伊迄当时。在位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吼，啊，咱着韩国人呢，写这中国字吼，写着无袂写拍啦，迄、那个开口吼写袂出来，就是你明明讲是韩国话，但是你写爱写这汉字文言文，无法度真完整来表达咱韩国人的感觉的感情，所以着调集一寡学者讲，来，恁去研究一套文字，这套文字爱会当来写咱的韩国话，咱韩国人的母语。所以呢，伊就去调集这学者来研究，研究几当了呢，真正要做出来，做出来了，伊就公布要使用啊，哈。所以咱即摆看这训民正音、训民正音呢，就是当时伊公布诶，这个等于公文啦，哈。公布讲咱即摆开始要来用这套文字，啊，这迄当时伊这个训民正有两个版本，啊，一个是全汉字文言文的，另外一个是汉字甲。韩文对照哈，安尼哦，两种版本。啊，这内容写啥？我想这各位家己看就知啦哈。意思讲，国之语音以乎中国，以文字不相流通，故移民有所欲言，而将不得新机情者多也。哦，啊，咱的语言就甲中国无同啊，硬用中国字来写，就写袂出迄个韩国人的开口就对啦。所以呢，伊就要推出这套文字。这是他的1546年所公布的，他15世纪中期的时阵虽然呢，这个李世宗真有心要推翻这个韩国字啦，但是并无咱想的遐尼顺利呢。唔是讲啊，伊出来化修一个啊，设计一个了，从此以后韩国人都拢开始用这套文字，无啦，伊嘛是拄到真侪困难啊。伊未经正式提出进程呢，伊的。下面的遐官呢，做官的人呢，都已经反对啊。遐既得利益者都已经反对啊。譬如讲哈，像这1544年，伊的集贤殿的副提学叫做崔万里这个人呢，啊，这嘛算真悬的官哈，副提学哈。崔万里呢，伊就上书啊，写素文呢，啊上书来反对李世宗推行韩文。啊，伊的素文内底是用文言文写的哈。我只要甲抄出来吼，伊个原文是安尼，各位嘛拢看有啦吼。伊有列几啊点，其中第一点伊就讲吼，五条自祖宗以来，自成时代一尊化者，哦，意思讲吼，咱一个中国啦，哦，咱个文化中国，哦，咱中国安怎行，咱来对咧行，哦，中国是咱个老大，所以咱得甲中国用同款个汉字，用同款个制度，要文化中国就对个啦。迄当时你话。虽然韩国的李世宗家己有想要推行，韩国本土化的工作，结果呢，下骹的人嘛反对呢。这旧思想、旧头壳、这反动的人，伊嘛反对呢，讲啊，咱在一个中国啊，文化大中国啊，太使用甲中国无共的，还佫有这个想法呢。哦，过来，哦，伊嘛感觉讲哦，啊，你做这言文的，这不得不吃。这足假咯，足粗俗的文字啦，哦，他会使用迄，你唔得用这汉字文言文较高尚，
意思的，那换做咱现代来讲吼，啊，你唔得讲迄种北京的北京话，较高尚，啊，这台湾国语，甚至这台湾台语，这粗俗哦，啊，你搁用搁咧写台语，哦，台语太使书写，那换做现代角度就是安尼啦，看轻咱家己的父母话，看轻咱家己的母语的书写啦，迄东西韩国嘛是呢，但是好佳哉。李世宗要是真坚持，我不管你反对，我就是要推翻这个语文的本土化的对啊。各位，当初是李世宗哪家放弃掉去吼？韩国即卖已经无啊啦，我要啦。政治上可能是变山东的其中一省尔，迄中国遮去啊。啊，语言的可能也未保存介好啊。哎，当我像今仔日江南 style 遮尔穿全世界呢，会使讲是世界 number one 的呢，有法度无？恐惊佫就无啊啦。好佳哉，李世宗人有坚持落去，但是啊，可惜李世宗在位几十冬了呢，伊人来是真认真咧推搡，但是过身去了呢，哇，韩国宫廷发生内斗，咱看伊韩国出真济，有当时伊买那个宫廷内斗啊，即个斗争，迄个斗争，即个吼，啊无要掺啥物药啊，要甲头死啥物货者，诶，伊当时嘛是呢。李世宗过身去了呢，两边在咧斗争啊，要争权夺利啊，要看啥物人换来继承伊的位就对啊。啊，双方斗争的时阵就安怎？甲即卖政治同款呢，会写乌函啦。哦，伊就古早时伊乌函就安怎？当然咱用印刷的，用写的啊。啊，用写的就安怎？你若用汉字写，较少人看有；但是你若用这韩文写，较侪人看有，因为韩文较简单。伊都二啊八字母尔，甲 A B C 共款，你即几个字母学学了就会晓，就看有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迄当时即个乌函呢，真济呢，拢是用即个韩文来书写，用韩国语来书写。所以尾啊，得到政权迄派呢，都两边斗争了，尾啊，其中一派，哦，燕山军一派呢，得到政权了，伊就下令禁止啦。伊就讲吼，伊就想讲，我以前也未在位进前诶，哦，即反对诶人拢用即韩文韩国字呢，来咧甲写乌函来甲批评，啊，即文字无甲禁太使，即则简单学哦，全国诶人凊彩学两三工啊，就会晓啊咧。到时呐，因家人要造反，赶快用即去密谋去串通诶时阵，因为古早也无电话。古早嘛无网络哦，古早的交通通信就是干看批纸尔，结果印刷尔嘛，所以伊就要甲斩掉，互伊当无法度流通，互伊不多像即卖人讲吼，含 Facebook 就会当起义呢，会当造反呢。但是过去呢，无遐简单，过去拢你若法度控制，互伊袂当读遮个字，袂当发行遮个字，袂当印刷，哦，互伊看无，安尼就 OK 啊。所以伊就下令禁止。袂使阁用韩文啊，所以从此以后韩文就讲拍入民间啦，足久长的时间袂当正式使用，干伫民间偷偷用尔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一直到干呢，到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期，特别是日本统治这个韩国以后呢，朝鲜呐，吼，迄当时朝鲜吼，日本统治的时阵呢，因才开始觉悟着，哦，伊要起来。要求这个独立哦，啊要推翻这个日本，啊要进行民主化的这个民族运动哦，人家开始思考就讲哇，啊咱今仔来要宣传咱的理念，啊要用啥物字？要用日文，感觉迄是殖民者的语言，啊要用汉字，感觉迄个生落后啊，哦生落伍，无方便哦。尾啊，伊就讲啊，咱的祖先就留下这个韩文啊。所以佮捡倒来用啊。后来呢，伫1945年战争结束，日本撤离，啊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韩国啊，朝鲜呢交予即个日本去托管山东。尾1948年韩国独立了呢，因就全部采用啦韩文啊，韩文变成因正式的文字啊。哦，所以咱即摆看到即个诶韩国文字呢，是为1948年到即嘛只。60几冬尔，等于甲国民党、中国党咧统治台湾的时间差不多尔。但是伫60几冬的时阵呢，
人甲家己个母语韩国话救倒来，毋若救倒来呢，即摆甲塞上国际上。即摆咱台湾嘛，几若间校开韩国系呢？你讲政大哦，还是文化，真济校拢有韩国语学系呢。即摆台湾嘛，足济哈韩族个呢，伫哈韩国个嘛足济呢。啊，毋是干台湾人尔呢，像我知影越南嘛是呢，哦，真济呢。所以呢，短短六十几冬，人韩国人互伊韩国话、韩国文言变成国际语文。所以咱台湾人若有气魄的时阵，咱要互咱的母语、咱的台语、咱的客语、咱的高山族语言变成国际语言，有可能啊无？有可能的。咱来看咱即摆台商伫外国偌济就好，敢若就越南啦，就三四万的厂商啦，敢若其中啦，一个什么一个宝成鞋业哈，做鞋的台商伫遐，敢若一个厂就拢几万人的，爱请几万人的，包括台塑因即摆即几年去。即即个越南投资啦，嘛是呢，一个厂要请几万人个呢。各位，今仔日我若台塑个头家，我若宝成鞋个头家，我讲吼，会晓台语个优先录取啦。啊，若讲了较好个吼，通过成大台语认证个鉴定个吼，佮佮你加5%薪水。各位，你若越南人，你会学个袂？拼命嘛来学，对无？即摆要找头路无简单个，越南嘛同款个，越南即个失业率嘛足悬个呢。一般工人嘛无啥工作机会呢。哦，我若讲你会用台语，会用客语，哦，会用台语加5%薪水，会用客语加10%，啊，若会用高山族个吼，那个加20%，哎，正人学真正个。啊，你看安尼，单独独一个越南，至少加10万人来学学咱个母语啦。一个国家加10万个就好啦。啊，你看东南亚10个国家，就100万啊呢。啊，你佮其他。南美洲、非洲，算算的，无200万嘛，有300万，对无？200-300万人来你学咱的母语，咱的语言会变国际语言无？后界各位拢有机会去教呢，去海外教台语呢，领美金呢，这有可能呢。哦，即摆台湾人讲讲啦，拢咧讲啥物？即摆是华语热啦，吼、哦，讲即个人外国咧学，即少学华语吼，但是各位。人即个外国华语，人要学嘛，毋是咱台湾的腔口啦，人买嘛是要中国的啦，要台湾的迄少数啦。我伫海外、伫美国，我嘛住6-7冬过，我嘛拢知。包括佫有足侪案例，进前几冬前，台湾的迄个侨委会要派人去东南亚，吼、哦，遐一挂华人的华语校要甲伊训练师资，结果用赶倒来，人中国抗议啊，讲，哎、欸、啊你伫侨委会啥物单位？你也无经过核准，你派啥物人去？甲赶倒来呢？所以因去敢若去印尼，也是去马来西亚吼，其中遐个人讲哦遣返啊，警察敢掠走啊！伊讲你非法来遮，你教啥物？人中国来抗议，你看台湾人戆戆要替中国人甲因传播华语，人中国人都无甲你感谢，对无？人中国人无甲你肯定啊！啊，咱遐戆，你替伊。宣传这华语是要创啥？咱着自遐开力来宣传咱的高山族的语言，咱的客语，咱的台语，毋则对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各位在座同心，恁若拄仔好有人有熟悉的朋友，也是你家己有伫海外，吼、哦，有咧识唱的呢，甚至台湾嘛同款啦，你着会用台语的优先录取啦，绝对的，咱的语言念呢免10冬啦，超过韩国语啦。韩国语伊即摆人先足唱个，世界各国吼真侪人开始咧。咱台湾人若有迄种决心，有迄种想法个时阵吼，真紧就超过即个韩国话啦。毋若超过韩国话，甚至要超过日本嘛有可能个。咱毋通看轻呢。咱即摆讲英语，看起即英语敢若国际语言吼。各位咱会知影，伫古早中古世纪个欧洲个时阵，法国人捌统治过英国。迄当时高尚的语言是啥？法文呢？讲英语是低落的呢，是粗俗的呢。你若中古世纪的时，英国的历史是安尼。你讲英语是见笑的代志呢。你来讲法语较高尚，但是谁知影？过几百冬了呢，对着人英国起来了，你法国的没落。即摆英语变世界的语言，变国际语言。当初是英国人若放弃伊的英语，是伊有今仔日的国际地位无？
无啦。所以你看即卖法国人足袂爱学英语，伊感觉起码就袂爽。过去你是我通知的呢，过去你是我看轻的呢，过去你学我法语的，太即卖怎？你英语比我较强，伊的历史因果就是安尼。上重要就是咱唔能放弃家己的母语，对家己的母语，对家己的文化要有自信。人英国就是安尼，唔只能创造二十一世纪，包括二十世纪这大英帝国，以及于这个现处是这英语通甲世界拢是啊。所以咱也是对台湾，你看英国嘛是一个海岛尔呢，咱台湾嘛是一个海岛啊，咱是有机会。哦，当然上重要就是唔通放弃家己语言甲文化吼。过、哦、来重点吼、哦，啊到底咱讲较济，啊台语是会当写袂？啊当然嘛是会哦。所以呢，咱接下春节头二十分钟的时间，咱特别来讲，啊到底台语是有书写历史无？真济人，包括以前读大学以前的我呢，迄当时拢读国民党的册咧。啊，想讲台语的五音无字，台语的粗俗也袂写一个，尾下才发现，唔是呢，倒病呢，连倒是倒病呢。咱台湾比中国五四运动更较早，咱就已经用白话伫书写，用白话来办报纸，用白话来创造文学呢，比中国较先进呢。各位，中国五四运动是当时，哦。以前咱咧读历史，读即个国文课，拢有讲到吼，五四啦，五四呢，五四因伫推动即个白话文运动，吼、哦，五四运动，1919年呢，1919年呢，但是伫迄进前，咱台湾人就早就用迄办报纸啊，用迄咧出版啊，啊，咱即下要摕证据，各位来看吼、哦。即、這个咱先来简单讲下，啊，台语到底是安怎写啦吼？哦台语即卖呢有三大种的做法吼，一个是当然你呐传统的就是用汉字来书写，譬如刮册的用法，啊，真侪古早的刮册呢，啊，就是拢用汉字来书写吼。啊，当然你汉字你用台语来读啊，你袂当用北京来读，用北京读的意思读袂出来吼。过来是全部用罗马字，这是他19世纪咧，其实上早是他17世纪荷兰人就甲罗马传来，啊，主要是咧写咱这个。白波族的吼，希腊雅啦，啊个克拉加兰吼，啊个法布朗啊，即几种的语言吼，但是遮拢失传去啊吼。啊，到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，就台语，即个时阵，诶，即个罗马语主要伫书写台语的吼。即咱等下各位看，过来另外一种就是汉罗合写，就汉字甲罗马语合作用啊。因为呢，咱即卖拢中着汉字的毒太深咧，惯势看汉字，常常啦要叫各位甲看罗马语呢。你看没关系、哦、所以呢现在就有这种啊稍折中一下、啊、就稍调整一下、啊、就有汉字就用汉字、啊、如果没汉字就用罗马字夹起来用所以这是这差不多20年来较普遍的用法叫做汉罗合写、啊、差不多这两大种、啊、我们现在看看像这呢这是传统的歌词、啊、这叫做好心梦啊大正歌啊，这古代歌词啊，像这是这个定南册局所出版的吼、哦。啊，这呢，真早就有啊啦，啊、哦，伫大清帝国统治台湾时就有啊。啊，过来日本时代嘛真济，啊、哦，啊，尾啊后来中国党来了，当然因为中国化的关系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佫无啥会晓抵抗中国人啊，所以伫中国人这个时期呢，变得较少，变得日本时代较济哦。啊，这是《和弦梦》的大正歌，全部用汉字书写的哦。啊，过来像这个《创世纪》啊，这个全部用罗马语写，用白话字书写，啊，这个百瓦当的这个历史哦。啊，像这呢就汉罗啊，故乡的残垣啊，这是真有名的台语诗人叫做陈明仁所写的诗哈，还有邓地仁的遗书啊，这邓地仁不是台中迄个酒厂哈，是。另外高雄一个医生吼，地人医生所谱的曲吼，像这呢，像这种方式啊，这就是汉罗合写的方式吼。像讲白灵诗，脚长长，想灭烧酒门，灭吼，这读作灭啊。啊，你来来去去，会当飞偌远吼，会当啊飞偌远啊，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啊？啊，这种呢？
伊个原则汉就合适个原则哈、啊，大原则就是讲有汉字有适合个，你着甲用；啊，若无适合个，你着卖用。哦，你写出迄个汉字，人看无，也是人个会有意见个，感觉讲啊，毋是即个啦，大概伫遐争呢，安尼着规气卖争啊。迄字咱着甲用罗马字甲写落去哦。啊，所以譬如讲像讲佚佗呢，佚佗着做一种无同个写法啦。有个人讲哦，着写七粒桃啊。会写水草图，啊，为了一寡走马兵哦，佚佗，足侪种写法啦。啊，若安尼是规矩，啊，无咱就用罗马拼音，哦，用白话字，哦，就是教会罗马字甲写起来，拼做安尼佚佗，哦。所以呢，这嘛是一种个做法。啊，目前来讲呢，是市面上即卖汉字个是愈来愈普遍啦。哦，啊，当然专字个呢，即嘛嘛开始佫有重新哦来注重，包括伫教会内甲教会外呢，一般社会大众呢。嘛拢开始有咧注重重新过来学即个罗马字，啊，就是台湾人开始觉醒，要用家己母语会愈来愈侪啦，啊，无像讲过去咱拢受中文教育尔，啊，就想惯习就好咧，啊，即袂使安尼，袂使惯习就好，那惯习就好，安尼就永远拢做中国人啊，所以豆豆改过吼，啊，这是即个汉字合写的吼，啊，过来咱来介绍讲，啊，台语以前书写的历史的资料吼，像这呢，咱主要讲的。教会罗马字白话字的教材吼，这以前都有啊。白话字实用教科书啊、哦，像这今麦嘛拢还阁有滴卖啊，还是讲字典嘛真侪字典呢啊。像这呢上早咱有发现到的这个今麦还阁有滴的叫 Mayhurst 哈、哦、麦都斯的这个福建方言字典，或者是道家的下影大师典，或者是甘为林的这个厦门音信字典啊。像这本呢。厦门音新字典，这是第一本伫咱台湾家己出版的，伫台湾台南的这个教会公布社吼，家己出版的。啊，这即卖嘛阁有，伊即卖改名又重新啊、哦、再版过吼、哦，改名叫做《甘为林台语字典》，已经正名。过去叫做厦门音字典，即卖叫台语字典啦吼。啊、哦，像这是个内容，各位看一下吼。啊、哦，像这是下影大师典，哦，是讲啊，三秒钟啊。啊啊，几啊种意思吼 ，to guard or protect a spy arm or win 吼，老哎呀鸡啊鸡母啊鸡啊囝啊叫做啊嘞，哦像这呢，这百话当前就编好啊呢，但是咱拢唔知啊。其实百话当前迄当时的这个台语呢，就已经真国际化啊。像这字典呢，我伫美国图书馆嘛来查到呢，伊老较古早丁总的遐册嘛还佫有哦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透过传教士呢，台语伫国际上头已经我算真有名哦。啊，啊像这呢，下影大师典啊，全部用白话啊，这个不是啊，这是这个厦门音新字典啊，厦门音新字典即摆叫甘字典吼，简称做甘字典吼，啊，这个全部用白话字来书写，啊，其中附一个汉字呢啊。过来除了字典之外，报纸嘛有呢。啊、哦，像这台湾府城教会报，台湾上早的报纸，当时出版的，1885年呢，1885年呢，咱1885年，迄当时中华民国刚建立吧，也未呢，迄当时孙文唔知出世无哈，我查看嘛，看下出世的时代，1885年，迄当时还佫满清，还佫大清帝国的呢，结果因中国人还佫咧自负自野，哦，咱台湾人都已经白话文。来咧办报纸啊呢？你看台湾府城教会报1885年，咱就开始开办啊呢。哦，啊，这份报纸到即嘛还阁有呢，但是伫1969年以后呢，无多，迄个国民党强迫，啊，只好改做用中文来发行啊。伫1969年以前，全部拢是用这白话字出版的呢。哦，啊这，哦，台湾上早的报纸。啊，这份报纸内底报道内容真多啦，啊，譬如讲较文学性的嘛有呢。1886年，咱找到吼上早的这份报纸内底上早的小说，白话小说叫做《日本的怪事》啦，《日本的怪代志》吼，1886年，哦，啊，这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呢，所以你看迄个时阵，咱就用短篇小说咧创作啊呢。啊，过去咱拢想讲。咱拢是受中国五四运动影响，尤其有一帮人啊、哦，用中国观点咧讲啊，台湾的文学是安怎来？台湾文学拢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影响咧，才开始有新文学。其实无影啦，中国人
要搁咧知乎作业，都要袂推翻中，迄、那个推翻万清之灵，咱都已经用白话文咧写创作啊。唔啦，白话文创作，甚至咱搁有翻译，咱甲欧洲的文学翻译过来，像这篇1915年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，有人捌读过无？你捌读过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无？台语版的《灰姑娘》，台语安怎讲？灰姑娘是北京话啊，咱袂当翻讲啊灰姑娘。那个足奇怪哦，伊翻做啥？翻做土摊啦，因为呢，因兜咧卖土摊，哦，所以叫做土摊啊，哦，啊，土摊呢，因为咱台语拢会安尼讲啊，譬如讲伊咧卖乌链的，啊，就叫乌链的，啊，啊，就是咧卖乌链的迄人，啊，因为灰姑娘因兜咧卖土摊，所以叫做土摊啊，哦，土摊啊是土摊啊，土摊的拢会使哈，土摊啊伊翻做土摊，即个台语版的灰姑娘啊。也就是迄当时，伊就已经把欧洲的一挂文学作品嘛，甲翻译做台语啊，用白话哦，佫是用白话。啊，这偌久？1915年呢，中国人也袂五四运动进行，咱都已经后写作后翻译个呀。过来，咱佫看，除了短篇之外，咱长篇嘛有呢，像这长篇的小说叫做《出师线》，郑克盼所写的《出师线》，几本呢白话字的小说呢。哦，啊，过来十项关键文化论述的册有无？嘛有呢。文化论述蔡培慧所写，1925年十项关键，十项关键，就是伊提出十大个看法，要哪发行，要哪即个提倡发扬台湾文化，要哪来互台湾文化会进步？伊提出伊个十大个看法，所以叫做十项关键。1925年，规本册拢用白话字写个啊，哦。过来，医学的册有无？嘛有呢。1917年，戴云秀医生所编的《内外科看护学》，规本册拢用台语写的啊。你搁咧附原文，英语安怎讲？啊，汉字安怎写？1917年呢，你看咱外省人，迄当时中国安怎？还搁内乱的呢？啊、哦，中华民国还搁咧内乱的呢？啊、哦，咱你看外省人，都有台语的医学课本，过来。数学课本有无？嘛有呢。搁如早1897年，台语的数学课本叫做《必选的初学》。1897年，中华民国有出世未？搁还袂出世的呢。中华民国还袂出世，咱就搁用台语白话咧教数学啊呢。医学、数学拢有呢。哦，哦，以上这咱时间有限，咱无详细介绍，就点几项较重要的，互各位看咧啊。讲伊若有趣味，咱拄仔讲的遮呢，我有我精选出来吼，这是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委托我编的即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嘛，一套五本，咱有甲分类啦，吼诗啦、散文啦、小说啦，吼，还是讲翻译的吼，翻作五大本啊，为以前的即个教会报啦，吼，还是讲遐出版的，包括比如咱拄仔介绍遐蔡培慧作品啊、郑克盼的作品啊，为遐内底那个精选一挂。精算就对了，因为你若要坑吼，迄太侪，坑印袂了。迄公、迄教会公布，迄个一套了，足大本嘞。迄一套定价爱十几万嘞。啊，咱甲浓缩、甲精出来，浓缩做这五本吼。啊，咱有原文白话字之外，咱佫加一个汉语的版本，方便咱现代人来读啦。哦，啊，这就是要予咱了解讲，过去伫中国人还袂五四运动以前，咱就已经足侪文化的资产。足济比中国较先进诶，结果只中国人足恶一个，来到台湾了，讲台湾文台湾无文学，台湾文学拢是中国人创造诶啦，包括即个黄春明，旧年5月，哦，可能有人还阁会记住，哦，我抗议黄春明，包括黄春明因遮人就用即种想法啦，台湾人透算文学，台湾人文学拢嘛中国人来较开始有诶，啊，啊，包括即个单方明，即嘛是呢。好明是较早要做过民进党文宣部的主任，即卖伫政大台文所的所长，嘛是安尼呢。讲无字无文学啦，哦，啊罗马字嘛无都创造文学啦。台湾人若要创造文学，拢爱用中文啦，爱用汉字啦。意思就讲咱放弃家己的母语，啊，母语无文学啦，台湾家己本土无文学啦。即落人，莫怪人会讲，伊是变色龙啊，啊，变来变去的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个怎个，咱个出这这这证据出来。因嘛是硬当作无看的咧，因遮人嘛当作无看的，
配合这外来统治啊，你甲台湾人洗脑，讲咱台湾人吼无效啦，就是爱学中国迄套，台湾文化拢就是中国人创造的尔。但是咱今仔讲这個，台湾人有比中国人较厉害无？比人较先进的呢？因搁伫遐用文言文，咱都已经用迄办报纸，用迄个创作，用迄个教伊较教数较教咧。结果伊甲咱讲吼，咱哪袂输比人较落后咧？啊，这是啥？咱拢无教育，咱无台湾教育。这伫我读大学以前，我嘛拢唔知。是后来我家己接触台语文了，开始研究，啊，博士论文、硕士论文拢做这些研究，才开始哦，原来以前遐侪文化的保障，咱拢唔知啦。这就是教育台湾话的重要啦。哎呦，咱家己的子孙知影咱台湾人过去留下遮侪文化的资产，身为台湾人的光荣啦。哦，啊，咱拄则讲的，迄是过去一百年前的出版品啦。啊，现代阁有无？嘛有啊，现代嘛阁有真侪人坚持用台语、用客语来发行刊物，像讲台文通信、台文网报、海洋台语文学，啊，用台文正线、首都时报，这拢台语的啊，现主持还阁发行的啊。哦，包括客语嘛有啦，文学客家，哦，现代啦嘛足侪人还阁坚持呢，结果像旧年黄春明嘛嘛讲，哎，无路用啦，哎，无需要啦，拢共骗想呢，就是安尼，我毋才甲抗议啊。人家坚持用家己的钱、贴钱，吼、哦，啊来办这刊物，无为着名利。人坚持家己用母语来发行这刊，应该共肯定、共尊敬较对啊。结果黄春明、陈鸿明遐个人，拢咧共口说，拢共侮辱，是足可恶呢。啊，这是中国人的机卡啦。因雕工呢，徛关山看马相踢，将人教相教，互恁台湾人去打台湾人啦。哦，所以你啊看，马英九林刚伊若要签卖台协约，伊卖本人签啦，一定叫一个台湾人个买办，一个咖喱红啊替签啦。你啊看，伊进前毋是拢会找一挂台湾人，若要创啥个，条件拢叫遐人，吼、哦、去签遐名就对啊。中国人就是安尼，所以伊即摆呢，中国人伊嘛毋敢公开反对台湾个台语文学哦，伊拢叫啥？叫黄春明，叫陈鸿明，只看起来是台湾人，但是心是中国的人呢，叫人站出来反对台湾，拢是安尼、所以呢，最后咱一个结论吼，就是讲，像咱拄则讲的这历史，咱拢唔知呀，因为咱无台湾的教育嘛，所以咱未来咱台湾政府未来伫教育这部分，就是安怎，上重要一个第一要务就是教育爱台湾化，互咱恢复。正常的台湾人啊，互咱了解咱家己、咱的祖先、咱的爸母、咱阿公阿嬷迄代光荣的历史啦，互因了解身为光荣的台湾人的重要，这就是咱未来教育台湾化啊，非常的一个重要哦。啊，最后啊，咱的最后呢，咱要做教育台湾化，这嘛唔是讲话人讲啊，这是唔是狭隘的地方主义？歹势唔是，这是国际潮流啦。啊、哦！联合国2000年有一个世界文化多元性宣言，以及伫即个1996年嘛，阁有一个百外个非政府组织甲国际笔会吼，有一个世界语言权个宣言呢。因内底讲到个精神，完全就是咱拄则咧讲个，教育爱本土化，教育爱用母语来实行，包括各族群，无论你大细，你个语言、你个文化，拢有生存个权利啦。这拢是咱即马欠缺。所以咱未来咱要做，咱这毋是干讲要行台湾化，这嘛是国际化。国际上人就是安尼做啊，是咱过去拢用愚民的教育啦。哦，中国党人教到台湾人拢戆戆推推的。哦，所以咱未来啊、哦，就是要恢复咱家的母语，恢复咱的文化，以及这个教育本土化哈、哦。好，以上这是咱今天这节课的上课内容哈、哦，咱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咱就先到这啊。哦感谢大家。谢谢你。今日各位先请坐，咱邀请咱妇女会会长致辞一下。